发表了一个全新的日文单曲。对，よろしく，让我们欢迎藤冈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Dean藤冈电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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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谢谢。真的很开心可以请到Dean上来。然后其实这首歌是他写的日文歌。对，他写的日文歌词。对，写得非常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可以跟定上 order 下一首歌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太好了。你知道他们都有在录影。好啊好啊。一言约定了。一言为定，谢谢定上。对，这首歌叫做 Harenohi。Harenohi， 在日文里有两层不同的意思。第一个是就是普通的晴天，就是晴天，很适合高雄，都天气很好。没错没错，对，是。然后另外一层意思是人生中第一次，也同时是就是迎接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大场面的那一天。哇，那不就是今天吗？对啊，没错。来跟我一起唱 Harenohi。成为告人主唱的一个很大的推手，原因是因为我们在做第一张专辑，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这一张专辑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，他看着我就一边做作业然后一边录音然后很累这样，他就说哎，那你就是要不要就是认真的当一个主唱就好。好像不是这样。他不是这样讲的。他没有那么 peace。 哦，那你讲一下。你去读书干嘛？去做你的国际巨星啊！读什么书啊？他这样讲。然后我隔天就去休学了。对，学业破坏者。对。然后对，跟你讲一件事，我妈妈在那边，妈妈就是她叫我去休学的。妈妈你好，对，我帮你做了很重要的决定。有一次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看她在那边织东西，然后她笨手笨脚，真的看起来很蠢，然后。歌唱那么好，然后弄那个东西就看你笨手笨脚。给你一瓶魔法药水，我们一起去太空旅行，宇宙。我在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你牵我的手和我的心，宇宙的氧气。我在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你想跟着我去越热情，越觉得有趣。我才不在意，我在从一个事前方的精灵只不在到你，越觉得有趣。我才不在意，我期待的是今天的晚餐你想去哪里，拥有你就不需要魔法给的勇气。爱人错过，走过路过没遇过，回头转头还是错，你我不曾感受过，相逢在街口，相逢在街口。